奶奶今天给我们做个啥？今天炸点油香，炸点粉汤，还有盐和牛奶浇点铁饭。油香面。发点面。这边都放啥？清油。清油放了些沙子汤。白汤。放了些苏打。苏打。清了一个小时再炸。这是我们粉汤里面的肉啊。你看，这是我妈昨天晚上做的凉粉啊 ，Q 弹，又白又香弹的。你看，咋做的呢？开始炸油香了啊！这是正儿八经的油炸。油香，那个油特别重要，油一定要好。然后这个面就咱们之前介绍的那种，里面放的鸡蛋，放的没鸡蛋，糖哦，放糖、清油。苏打，然后等这个面叫啥？这面应该咋说？这面发面发好了之后，然后他前面做了个小实验，看那个碱行不行，不要酸了。然后刚尝一下可以呢，简单中间晃了两道，然后开始油香，这油才回归正常啊。颜色开始出来了，那翻一下，该翻的翻一下，这个就差不多了，就出锅了。这个开始炒粉汤了啊，奶奶。开始做粉汤，先炒肉啊，放点酱油，放白菜。这个肉汤一直熬着，把那个白萝卜和胡萝卜都熬一会儿。纯肉汤，肉汤熬出来香，要不然千万不能用水煮啊，这东西一定要用肉汤。好，最重要的东西来了，粉汤一定要放凉粉啊。这是我妈昨天晚上自己打的凉粉，多漂亮。该不就要刮起来了，爷爷、嗯，就喝那一口汤汤那种感觉。对，我一口喝掉了，一口喝掉了，人家把我淹着。肯定啊，人家臭着呢。你看人家一口一口的。我最后。粉汤出锅了，客人也到了。回族的传统粉汤。小朋友出现点状况，嘴巴让同学给碰了一下。你看。没事儿啊，磕头碰碰才能长大。对，磕头碰碰，我们向他今天这个问题让他自己处理，自己和同学处理去。就是。长大了吗？嗯。那是咋样学的？你真像狗玩的。我咋样学的？没事，好了，看三小步没了。你咋样学的？好了，记得你坐凳子。生意也不好做了，你看，骨头卖不上，没办法，这样卖的牛排当骨头卖的，这样下去。要把这个放上去。那肯定啊。你又再不想吃了。嗯，吃不了，你陪着他也坐一会儿，不吃可以。坐呢。嗯，要不然省点咱们早上吃的。你坐这么辛苦。嗯。你说太爷，你多吃点。够了。多吃。嗯。嘿嘿嘿嘿。同志们，你看长大了，学会坚强。来。骂街叫人娃子，你吃过这样？谁个？再一个，以后记着啊，这样的问题你自己处理，嗯，对不对？和同学自己处理。你是你，嗯，你们是碰到吗？在地上，一只猫。两边吧，你们。一只猫出来。啊。伸个地下。是看到了。